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龚俊，很荣幸参演由 P 大原著《天涯客》改编的剧集，并出演温客行这一角色。这对我来讲是一次非常有趣的经历。温客行是一个有血有肉、诡秘莫测、爱憎分明的人，希望能把这个角色完美的呈现给大家。看 Priest《天涯客》原著，去晋江文学城，这里有梦，有故事在等你。